其他位客家庄消息，那款西罗片的屯十三头黑高雄民农归村有位动物哦，因多年来没想到许多民众亲身落去养的体验。民农启农会今年的古董会，都由西罗片的屯十三头也两个主角，没有交本农民来经营，想要空态交流机会。今年十五月也会开放大家去认股。作拍摄的 T 恤，为了感恩摄的良心。十位朋友都陪同民农好挑古董飞的家门做农民，就像太民神样的行风体态。伊连同今年民农冬季里作的西路陪同模挑古董飞推演，马挑个家门做的行销模式，同冬季农贴产品收集出去。参加活动啊吼，毛豆的股东会啊吼，因为自己除了推广自己外，因为自己还有种番茄啊、地瓜那些吼，还有可以增加的一些学习的机会，还有增加自己产品的曝光度啊。可能做农吼，对于田地上多餐桌上吼，就算一个一条路啦。算讲可以跟自家产品吼，跟安尼客户有嘛，客户大家一起可以从客户变成朋友。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行销模式。朋友罗佩同模特股东会，一年差不多做得创作5亿元以上的产出，嘛接触的另一项民生商品西土马豆，扩大也冬季里做个市场。民农会表示，消费者做得透过网络认购，今年一共有西罗佩600股，模特750股，每股是700元。认股日期呢是在10月12日，星期四。早上10点钟，那我们要怎么样认股呢？在什么地方可以认到我们的股呢？只有两个管道可以认股，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乐天网站的美农专卖店，第二个部分就是在我们邮政商城的好农物产。高级股东会如今由美农农会经营，今日农会调整策略，前面设备加盟做农民，还有推动天数上课，同样当然来经营股东会的经验传输出去。希望農園除了成實，還要見到同消費者體驗交流的能力。下個新聞整份資工報導。